盘点影视剧中坐公交车爆笑名场面。场面一，开破车嚷嚷什么呀你？我就停这怎么了？气死你！气死你！什么人呢？你好，女士，请问是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吗？场面二，我没有办法。大姐，你把钱给我。小姐，我两样都有。谢谢。哎，经常会在巴士上碰到你啊。你记得还我5块钱，不要欠我钱。场面三，场面四。大哥，这人呢？下车了，不直达吗？哎呀，他第四的了。场面五，我平时有感情。부장님이안지말고쳐다줄게요대박같이보시이럴거면아까부장님이안찍으래와突然好尴尬场面六좋아화끈하게한번할까冤枉啊！冤枉啊！场面七。看手机去了。好好，下一下下。哎。你有病啊你！你干嘛呀？他摸我屁股。上车之前他就鬼鬼祟祟的，不知道他想干嘛。我为什么要摸你屁股？我自己有病。说的是啊。场面八。场面九。孕妇坐公交车也是很正常的嘛，给老弱病残孕让座位也是应该的吧。我头晕，我也是病人。是啊是啊，肚子这么大就不应该坐公共汽车，万一要生了，没人愿意负责任的。姑娘。我来让你坐吧，我让我让吧，让吧，来慢点。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可以。女孕妇让是正常的一待。啊，不好意思啊。场面十。别生气。神经病吗你是？我这闲住手疯了吧？你害多少人啊你？哎，你干啥？老爷子，你这是疯了吧？我你别害多少人啊？哎，师傅，赶紧派出所啊！我收拾你。别打了。没事，我跟你说，你变成这男的就要收拾你。你别打了，你都快把我阿姨打死了。傻呀？场面十一。场面十二。
尴尬，多尴尬，多尴尬！场面十三。场面十四。Silver City, next stop, Silver City. Silver City, it is the finish line. I made it. I made it. The key. Where is the key? Yes, well, I know. What have you? Where is the key, my little baby? Excuse me.I think I am touching it. Get away from him. I can feel it. I can feel it. Where is Paul? I am calling a doctor. I'm happy. I got it. Wait, wait, come back. Don't leave me. 15. 让啥让啊？忍一忍，过两站就到了。怎么忍一忍呢？那么远。哎呀，再说就你这体格。整天整天的跳广场舞，你也不觉着累？就是，你们老年人玩了一天，我们年轻人累了一天，凭什么跟你让座？哎，你这姑娘怎么这么说话啊？啊，谁没年轻过？我们年轻人也累着呢，你给我让个座就怎么了？就不行了？行了，你看看他说的，哎，谢谢姑娘，谢谢。谢什么谢呀？我坐。哎呦你，我的干嘛呀？哎。对不起，姑娘，谢谢。你坐。场面十六。你帮学叔，本市能有十六站人可好了。还不光这个呀，还有他明天微信。哎，这话我还行。要说小说，还得说他们工薪阶层的。场面十七。你干啥？能不能轻点啊？啥玩意儿是这么大害的？货呀、啊？啥货呀、啊？肉啊？咋的？肉你也不能放中间呢，肉啊！轻点儿的不？哎呀！哎呦这！哎呀！哎呦，轻点儿的！停住，兄弟！你干啥呢，这孩子呀？你这，你看，看把我这肉吃的，这撕烂了。